今天出来吃个500块的豪华自助，看看能不能吃回本。好东西了，感觉味道还不错呀。再来点我最爱的三文鱼，软软糯糯，一点也不腥。我爱不爱吃三文鱼？再吃个鹅肝，好像在吃冰淇淋一样，妈呀！鹅肝太好吃了吧，又绵密又细腻。这是煎的鹅肝，好吃到不想讲话。还是一起吃好吃。再吃一个生蚝，超好吃这个。战斧羊排，这也不战斧呀，一口就吃了。好吃好吃，吃这个。哇哦！我最喜欢的自助餐里面有榴莲，平时买一个榴莲太贵了，这个就可以实现自由了。再吃个这个，这是北极贝吗？我没吃过，这个还挺好吃的，扣弹弹的。最后再吃点三文鱼跟西瓜，还是三文鱼好吃。再来个西瓜，我们从12点开了营业，直到他们都已经在收盘子了。